我们先来看这台 Minota 的 SR7 哈，那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哦，这个它当初原厂的哈，然后有这个原厂的这个以前的早期的这个镜头保护镜哦，镜头保护镜哦，然后镜头也蛮干净的，大家看一下镜头，好，那这台的话，快门正常可动作，可以听到快门正常可动作，调一下快门速度。快门正常的动作，那这个皮面都正常，可以看一下皮面都正常，然后机身大家可以看一下状况，有少部分的使用痕迹的，少部分使用痕迹，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底片试打开，可以看一下底片试打开，看一下底片试，可以看到这还有正常的动作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Minota SR7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